就是在丹东这边的话看不到朝鲜发射那个卫星，然后它是往日本那边发射，因为我们是在朝鲜的西边嘛，它是往东边那边发射，朝日本那边发射，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。是不是朝鲜的朋友啊？这个是国家从政治方面上的一些考虑，说这个我们老百姓不能对这个事情发表，就是我们也不清楚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观点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朋友，这个不是老百姓能回答的问题。这个作为老百姓来说的话，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，这个问题，嗯。